说咱们的销量特别好，所以说它数量有限，一般就没有走。就说对，没国走内，渠道嘛。至于说就这个水，现在还说就是比较少的是吧？嗯，对。不是很多是吧？对对。那销量怎么样啊？现在就是在北京地区。咱们水肯定销量很好，因为现在我们达到了那个一万有，现在一个月16000，1个月6万瓶。哦。以前只有15000瓶，现在6万瓶，所以说咱们现在可以就让老百姓也能喝到这样的水。现在你东西可烦人了，你们货还得运。